好了，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青灯教育下午的一个 VIP 免费试听课。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我叫自由。本节课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是关于我们爬虫的一个案例啊，是爬取我们唯品会上面的一个商品数据。这个数据的话，有些网站啊、呃，再给你们发一遍啊，再再再再一次的发一遍，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去做这个的案例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环境是我们的一个 Python 三点八的一个解释器。 编辑器的话，就是用了我们拍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呃软件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拍下模块所使用的话，主要今天的话还是比较简单，只要用了两个呃模块，一个是 request 模块，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CSV，这个 CSV 的话主要就是干嘛呢？保存到我们的一个表格数据里面的，好吧？这就是我们前面所需要去准备的一些东西，都准备好的同学的话，是吧？那我们就准备。 就开始讲课了。讲课之前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给大家的一个听课建议啊。首先，对于本节课的话，有不懂的地方，你们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去进行一个提问。哪行代码不清楚，哪个操作不明白的话，你都是可以问的啊。千万不要藏着掖着。第二个的话，你们不要抄代码，千万不要抄代码。抄代码你就会听不懂。哎，老师，你为什么这一行代码这样子写，对吧？为什么前面那行代码是那样子写？不要抄代码啊。客户找我们木子老师去要我们的一个代码就好了。 对吧？其实给你们代码，你们也运行不了，你你也运行不了，行不行？那我们的话就开始这一节课的内容啊。然后这里的话也有给大家讲了几个呃模块安装的一些问题，给你们截个图吧。怎么去安装模块？安装模块出问题的话怎么去解决？以及拍下里面怎么去设置我们的一个解释器，以及怎么安装插件啊？在这个地方的话都有相应的一个教程，可以截图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本节课的话，我们就开始一个内容。上课之前的话，就给大家把整节课的一个呃思路去捋一下，就把我们的一个思路先过清楚啊，就先写一个大纲吧，也就是我们爬虫的一个呃案例的一个思路，思路流程。这个流程的话，对于我们老老学员啊，听过几次公开课的一个学员都知道，我们的一个思路的话，主要是分为两个大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去查找，查找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可以从哪里获取，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想要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到唯品会这个网站，我们搜索一个口红吧，就爬它的一个口红的一个数据。像它口红的话，像这些什么价格、原价、售价、折扣、标题、详情页、图片，对吧？它的一个封面图啊，这些数据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呃保存获取的。 那这些数据是可以从哪里得到呢？或者说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通过一个开发者工具进行一个抓包分析。那开发者工具怎么打开？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检查，选择我们这一个 Network。这个 Network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网络面板，也就是我们所抓包的一个地方。那抓包的话，我们起初打开这一个开发者工具，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数据的。 它没有什么数据的，我们要把这一个网页进行一个刷新，刷新之后的话，它才会把这个网页上面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给我们加载出来。看到没有？这些数据包的话，这些数据啊，都是我们这个网页相应的、相对应的一些东西。我们想要的这些，对吧？一些商品的一些数据啊，对吧？都是在这个里面是有的，都包含在这里面。当然，你可能说一开始的话，你不知道哪一个是。 好吧，不知道哪一个数据包有我们想要的，所以说我们是需要通过去干嘛呢？去搜索一下，它里面有一个搜索功能，像这个拍呃开发者工具里面它是有一个搜索功能的。我们去搜索我们想要的这个标题，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吧。复制一下这个标题，在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一个搜索，点击搜索按钮，粘贴一下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然后呢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数据包，返回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包的话，其实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就会有在这里面，哎，对吧？Product，对吧？这是产品的一个意思。那我们把它展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像它的一个品牌，对吧？这个是克拉奇，克拉奇的一个品牌啊。呃，然后的话，它的一些呃标题，对吧？商品的一个名字，嗯、呃，它的一些图片。 它的一个图片，然后它它的一个价格也在这里，是吧？它的售价，啊、呃，它原价是一百二十九，然后现在打五点三折，然后最后的话是六十九块钱。还有商品的一个 ID，对吧？商品 ID 也在这里面有的，以及呢它的一些标签，本月上新，这个是它的一个标签，也是有的，好吧？就相当于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在这个数据包里面都是有的。那它一共有多少个数据呢？零到我们的一个什么？ 四十九，49, 能告诉我是多少个数据吗？五十个吧，五十个数据对不对？那我们这一个网页的话，它一共的话是不止五十个数据的，它不止五十个，它一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大概的数一下，好不好？那一二三，我们一排的话是五个，一排是五个。那我们呃有一共有多少排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我是数错了吗？<laughs> 我是数错了吗？<laughs> 啊，我数的话是有二十五啊，应该 <laughs> 我好像多数了一个，我是不是数错了？他应该是二十四啊，对吧？也可能说他网站更新了，变成二十五也不一定，也可能是我数错了。但反正就是干嘛呢？ 啊，反正就是我们这五十条商品数据它是不够的，知道吗？就是我们这里只是五十条数据内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最后一条数据的话是在哪里。来，我们直接复制这一个标题，在我们这个网页上面进行一个搜索，按一个 Ctrl 加 F，弹出一个搜索框，把我们的标题粘贴上去，对不对？我们这一个数据内容的话，啊，我们这一个数据包的话，它是有五十个商品。 但是这五十个商品的话，只是到这里为止，那后面的这些数据怎么办呢？啊，后面的这些数据，是吧那那它去哪呢？我们同样也要去分析一下，去看一看，好吧？那我们再复制下面这一个标题，然后搜索一下，哎，他又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包，对，那我们点击一下，哎，也是从零开始到多少？零到四十九，又又是五十个。我们刚刚数的话，应该是不止啊。 二十四的话应该是，对吧？一个是一百二十个商品，这里又是五十个。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商品是哪一个？它后面的话还有没有？对吧？是这里吧？那它后面还是有商品。那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看看它的一个数据包是哪一个？它的一个数据包，哎，又是得到了一个。那我们再点击看一下，它这里的话就返回了是说啊，零到十九就是二十个商品数据。那最后一个的话，它对应的是最后一个一个吗？ 是吧？是最后一个吧？那我们通过分析的话，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一个写一下。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对吧？抓包分析可以知道，知道什么？就我们一共的话，我们一页商品，一页商品数据，商品的一个数据是120个，120个，它是分为了几个？是分为了三个数据包，对。 前五十个数据，前五十个商品为一个，然后中间五十个商品为一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个二十个商品，最后二十个商品为一组。它一共是分了三个数据包，然后每个数据包所对应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它都是有一点点哎不一样的，有一点出处的。 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分析一下这三个数据包它所对应的一个请求参数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要找它之间的一个规律啊，不然的话我怎么去把一页的数据一起给它获取下来呢？对不对？那我们先看一下，那我们找规律的话，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URL。看请求 URL 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 headers，对吧？选择这个 headers 的话，哦，有点多啊，是不是有点很多，很长？ 是吧？有很多很长的话怎么办呢？啊，不不太好去做一个处理。那你可以点到这一个 payload，对吧？这个 payload 的话，它所包含的是这个问号后面的一些数据内容。它问号后面的这些数据内容的话，都是在这个 payload 里面。啊，我们可以截个图对比一下。啊，这个图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缩小一点点，好吧？稍微给它缩小一点点，不然的话截不全。那我们先截个图放这里。 这是我们最后的三二十个商品的一个数据，那么往前再找一下它第一个啊，再找一下它第一个的一个商品，再往它前面找一找，给它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参数是什么样子的。嗯，前面这一个，哎、啊，是这一个吗？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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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搜索一下，好吧？ 搜索之后的话，我们同样啊看一下它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u r 对吧？也挺长的。那我们直接点这一个 Play l o a d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一个对比一下啊。对比什么呢？它的一个请求参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啊，大家看得清吗？看得清楚不？啊，那我们截个图吧。那有哪里不一样？来，我们对比一下，我们截个图，然后放这里来对比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看一看啊。能能告诉我哪里不一样吗？有同学发现了没有？ 我们一个一个对比，啊、呃，这个 backup 对吧？这个是三啊、呃，这里是二，对不对？然后呢，这里面是一样的四0零 VIP 对吧？然后我们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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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样的九七对吧？A，然后呃这个地方会有点不太一样，看到没有？然后这里的话是是不是这里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其他的话啊、呃、还有一个是时间戳啊，这个时间戳会不一样。那总体分析的话。 其实这个是可以不用管的，可以不用管，可以不用管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删掉的。这一个请求参数 callback 这个参数我们可以删掉的。然后下面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时间戳，时间戳就是我们请求网页的一个时间时间点啊，可以干嘛呢？当做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量，不变的量值，对吧？ 所以说，我们主要要去分析的话，就是哪一个？就这个，这个 product ID，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商品的一个 ID，啊，product 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商产品的一个意思 ID 的话，就是我们商品 ID 嘛。所以说，我们主要去分析的话，就是这个 ID。它一共的话，你像这个数据，对这个数据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五十个，对应的是五十个商品，五十个商品。这个数据的话，它对应的是二十个商品。 其实你从 ID 的一个数量来说的话，它其实如果说你们啊、呃，如果说去分析的话，它这里面只有二十个商品数商品 ID 啊，商品 ID，那这边的话是五十个商品的一个 ID，好吧？它是分为了三组。那同理可得，同理可得的话，通过这样子去分析，我们就能知道，对吧？就可以知道什么呢？我们想要获取的一个商品的话，我们要去干嘛呢？获取它的一个商品 ID，然后它商品 ID 的话，一共是一百二十个。 商品 ID，然后分为三组，分为三组，对吧？前五十个为一组，为一组；中间五十个为一组，然后还有呢，最后的一个二十个为一组。哎，对不对？那么现在就要分析的话，就要去分析什么呢？分析它这个商品 ID 是从哪里来的？那直接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搜索就好了。我们复制一个 ID，然后进行一个搜索。 回车之后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两个数据包。第二个数据包的话，对应的就是这一个这一个。然后我们就看第一个，然后我们给它展开一下。这里有个 product，从零到一百一百一十九，从零到一百一十九的话，那是不是就是一百二十个商品啊？那这里是不是就是一百二十个商品了、啊？对不对？那我们只需要干嘛呢？对于这一个 URL 地址发送一个请求，对于它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获取它里面的这些数据内容，获取它的一个 ID，那我就能得到它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了。今天讨论区是真的安静啊、呃，下午的听课的同学的话都是呃挂机在听课啊，都是比较安静的，好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去分析得到的一个数据内容，能理解吗？来，能理解的同学对吧？思路能听懂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啊。就数据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是找到这个地方的？都能明白的同学给老师。 对吧？扣个一或者刷个鲜花，对吧？好吧，那我们只有久病成瘾同学，啊，只有你一个人啊。今天是专场了专，专场，对吧？好吧，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了，想要的数据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就是第二大块了，我们数据的话一些分析都已经分析完了，那么第二块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过程。 过程的话，第一步就是发送请求，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商品的一个 ID 数据包，ID 的这一个数据包，发送请求就是哪一个？这一个嘛，就我们刚刚所分析到的这一个 URL 地址，发送一个请求。然后的话，第二步，既然我们发送了请求，那我们就要获取它相应给我们返回的一个数据，获取的是什么呢？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内容，也就是我们在开发者工具里面所看到的这一个。 啊、uh,，response，我们要获取的是这些数据，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些数据都获取下来之后呢，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就是第三步要解析数据，解析数据，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 ID，把它所有的一个 ID，PID，ID, 对吧？这个 PID 这个内容给它取下来，给它获取下来。那我们把商品 ID 获取下来之后的话，啊，在这边的话要分为三组啊。 分为三组，给它切切片一下，分为三组，前五十个为主，对吧？中间五十个为主，最后上二十个为主，然后把它分开之后呢，对吧？那继续发送一个请求，这个的话就对于商品的一个信息，对吧？数据包发送请求了，就是哪一个？这个吧，这个 V 二的这个吧，因为我要把它的一个什么呢？把它个商品的一个 ID 给它传进去，传到这个里面，然后呢，再发送一个请求。 获取它的里面的这个返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我们前面对吧，我们第五步的话也就是这一步，第五步就是这个获取它的一个数据。那第六步呢，同样也要解析一个数据，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商品数据，商品数据，对吧？第七步的话就是什么？保存数据嘛，把我们的一个把商品数据保存到表格表格里面。 是吧？这就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啊，一步一步来，就要需要发送两次请求。第一次请求的话，就要发送两次请求。第一次请求是为了获取 ID，商品 ID，这是第一次请求的。那第二次请求呢？第二次请求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一个数据。 就是五六呃四五六四五六的话，就第二次请求。那最后一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了，好吧？一共就是分为两次请求了，OK 吧？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啊、呃，思路的话，我相信各位同学应该都是 OK 的，给大家截个图吧，给你们截个图。那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了。写代码的话，我们就按照这几个步骤来啊，发送请求，对吧？我们要确定一下我们所需要请求的一个 URL 地址。 我们网址我先给他拿过来，直接给他复制粘贴过来啊，直接给他复制粘贴过来。这个的话，如果说你们写这种比较长的这种网站啊，就有这么长的这个网站，我给大家截图放大一点吧。就这个这个 URL 地址很长，很长的话，我们直接给他复制过来的话，对吧？是不是那么好看的？就给他换一种比较好看的一个写法是什么呢？呃，我们前面这一段内容可以给他删掉。 我们先删一下，我们只复制什么呢？只复制问号前面这一段内容，问号前面这段内容，给它复制过来。然后后面那一段内容不要了嘛，也是要的。我们用一个 data 的一个字典给它接收一下，它的一个参数都在这里面啊。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对，复制过来，然后的话粘贴去，然后呢来一个批量的一个替换啊，批量的一个替换。 选中目标，按住 Ctrl 加 R，输入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一个命令：冒号空格括号点星，对、啊、点星。然后下面呢，给上我们的、这、一个加上我们的一个引号，到了负一，1, 对吧？冒号空格加上引号，到了负二，2, 以及逗号，给它批量替换一下，给它批量替换一下。然后呢，缩稍微缩进一下。这个的话，就是把我们后面那一段内容的话，就都放在这一个。 对吧？data 的一个字典里面，啊，放到这个字典里面，这样子看的话就会舒服一些啊，舒服一些。其实的话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干嘛呢？是不是要导入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因为我们要去模拟请求的话，用代代码去请求一个网站的话，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一个呃工具的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模块，需要大家 pip install。 加上我们 request 的一个模块名字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送请求啦？同学们，发送请求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请求？来，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请求？它是一个 get 吧？这里是用的是一个 get 的一个请求方式。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也给它用上一个 get，把我们相应的一个参数给它传去，u l 等于什么呢？我们这个 u l，然后呢，performance，对吧？等于什么？等于我们这个 data。 然后我们用一个 response 的一个变量去接收一下数据，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过程。发送请求，发送请求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干嘛？直接打印一下这个 response，看一看是不是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对不对？你说，哎，这里是一个返回的是个 response，那我们这这里既然已经什么呢，对不对？已经发送了请求，那我们直接就打印一下它的一个数据，看它返回的是什么。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返回的是一个对象，对吧？这个的话，尖括号的话，在我们 Python 里面表示的是什么呢？表示的就是一个呃对象的一个意思啊，对象。那它是一个 response，response 响应的一个对象<吧>。对这个903的话，它是一个状态码啊，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状态码，这是人家开发人员啊特地做的。那903的话。 对吧？有没有影响？对吧？有没有影响？有些同学说，呃，反爬了，是吧？反爬了，那怎么办呢？反爬了怎么办呢？啊，嗯，那你告诉我反爬了怎么办嘛？这残彩虹同学，是吧？作为一个老老学员啊，听了，呃，对吧？听了也听了蛮久了，听了六十多次课了，对吧？来，那也学 Python 学了蛮久了，能不能告诉我，这怎么包？怎么办？既然被反爬了，怎么办嘛？啊，彩虹同学，伪装。 对吧？伪装的话是吧？那伪装是不是我们要加一个伪装？就出现九零三啊，九零三的话是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反爬，它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状态码，是开发人员他自己写的一个，不是说按照我们常规的是一百到五百，好吧？然后这个的话，你可以干嘛呢？对它进行一个伪装，对于我们的一个 Python 代码进行一个伪装。被反爬的原因啊。 被反爬，你永远要记住，你被反爬呢，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被服务器识别出来了，你是一个什么呢？爬虫程序，爬虫程序。我们所以说要给它进行一个伪装，加上一个 headers，加上一个 headers 进行一个伪装。那这个 headers 的话去哪里找？是不是加我们的一个啊？在这个 headers 里面，在这个里面找。 是吧？就在我们开发者工具里面，这个 headers 下面的话有一个 request headers，呃，u r u l 对吧？防盗链啊、呃、，cookie 三板斧啊，确实啊，确实。如果说你像直接把这个加上去的话，也可以，那你直接去加吧，直接就给它加上去三板斧，对吧？那我们也来个三板斧，好吧？然后给它全部替换一下，那把这个删了，给它来个三板斧，哼，是吧？来，我们直接再运行一下啊。 再运行一下之后的话，哎，它还是一个九零三，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没有给它传入数据，对吧？我们加了，我们加了这个的话，你还要给它传进去，还要携带上去啊。你你光加不传的话，它还是一样的，就跟跟没加一样。就是你买了东西，对吧？我不吃啊，那那那没用，对吧？啊，这里的话，我们加上去之后的话，它就返回了一个什么呢？response 两百，200, 那两百的话，对吧？就表示的是一个请求成功了，请求成功了。 嗯，有些同学就会问呢，对吧？那你们既然大家都知道啊，对吧？都有基础了。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来听课的话，是吧？下午来听课的同学应该都是有基础的。那我就接着问，我想要获取这样的一个数据内容，怎么获取？来，怎么获取？是不是？我我我应该是吗？那我我应该是获取的是这个样子的呀？是不是？那他为什么返回的是这个啊？老师，对吧？你得到的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啊，不是说获取数据吗？ 是吧？第二步啊，获取数据，获取我们的一个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点上一个 text 啊，点上一个 text，是吧？我能不能点 JSON？我可不可以点 JSON？啊，可不可以点 JSON？这是个问题啊！有没有同学回答一下？啊，没有吗？大家都不知道？啊。 是吧？是不知道还是不不屑于回答呀？觉得老师问的问题，老师你能不能别问那种，对吧？那种白痴的问题太简单了，你们能不能来点高难度的？好吧，不能点 JSON，点 JSON 要报错啊。这里话只能取点 text，点 JSON 会报错，原因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不能，不是标准的一个格式，有一个回调，对，不能。它因为有一个回调，有一个 c a l l b a c k 回调，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格式。 当我们的一个数据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阶层数据，或者说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阶层数据格式的话，它是不能直接获取阶层的。原为什么呢？对吧？我在这里看的话，它不是像一个阶层吗？对吧？不要被你肉眼所迷惑了，对不对？我们可以 text 看一下，它里面的话会多一个东西啊，多一个这个玩意儿，这个玩意儿，对吧？我们按正常的话，一个标准的或者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阶层数据的话。 是只有什么呢？哦、呃，问这种花括号的花括号对应的，对不对？它这里的话外面还多了一个括号，然后包裹起来的。所以说呢，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给它干嘛呢？干掉，给它干掉。就是我们请求参数里面的哪一个呢？这个 callback，直接给它干掉就行了。干掉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它的一个节省数据了。这样子就没得问题了。OK 吧？能理解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获取它的一个 JSON 数据内容了。那这个数据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了。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应该今天没人没有同学，对吧？又又说字符串吧？昨天的话，对吧？昨天问同学那一个字符串的话，你你们说成了字典。那这个的话是字典啊，它就不是字符串了，是吧？不要不要听了昨天的课把今天的对吧又搞混了，好吧？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对里面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个解析提取了。 解析提取的话，我们就可以干嘛呢？导入一个模块啊，导入一个什么啊？People 认识模块，对吧？格式化输出的，输出的一个模块。当然你不导入这个模块也行啊。那我们不导入吧，对吧？导入也行，不导入也行，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区别吧。只是为了让大家看数据会方便一些啊。用 People 认识点 People 认识的话，就有一个格式化的一个输出效果，看起来会舒服一点点。 对，看起来会舒服一些。那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都在这里啊，PID 这里面，好吧？那你不看的、哦，你不用 P b r a n t 的话，因为在这个呃，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也可以让它干嘛进行一个展开，所以说的话也是挺舒服的，挺舒服的。<coughs> 来，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三步啊，第三步，第三步解析数据，把我们的一个商品 ID 分三组。 前面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有没有不清楚的？应该没有了吧？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解析数据啊。解析数据的话，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返回的是一个字典。返回是一个字典数据的话，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键值对取值啊。根据它的一个键提取它的一个值，也就是什么呢？根据冒号左边的这一个数据内容提取冒号右边的这些数据。那我最终想要的是什么？ 是想想要的这一个产品吧，product 产品，产品的一个 ID 对不对？那怎么去写啊？那我们用这一个变量去接收一下吧。从这个 response 点上我们的一个 JSON，首先取什么呢？首先取这一个 data 啊，取这个 data。取完 data 之后的话，它返回的就这边的一个数据，然后再取这一个 product，好吧？再取这个 product，那它返回的就是一个什么？返回的就是一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的话，它就返回出来了，看到没有？是不是？那有些可能不太理解啊，可以给大家看讲简单讲一下，就是，呃，我们取这个 data 就相当于把这一个 data 给它数据展开了，它展开之后的话，就给我们返回，就是展开的数据就是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那我再取这个 product 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数据给它展开了，然后它返回的话，就是返回的是这个列表数据。那这个列表数据的话，就包含了我们所有想要的一个 pid 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打印一下这个 product，运行一下，对不对？那我现在想问呢、啊，对吧？我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要给它分为三组，我怎么去分？怎么去分？首先第一个，我是不是要取出内容？首先第一第一个的话。 嗯、呃，我我是要干嘛呢？把把我们的一个 PIT 都提取出来，PIT 都提取出来。啊，第二个，啊，给它写一下啊。第一个的话是要把 PIT 都提取出来，第二个的是要干嘛呢？给它分组啊，给它分组。第二个要分成三组，这样子分三组的话，是不是？怎么区分？ 会用列表推导式吗？有同学会会不会用列表推导式？有会用吗？列表推导式有没有会用的？来，不会用的同学扣个一，会用的同学扣个二、嗯嗯嗯嗯。不会用的扣个一啊，就你一个啊。啊，都不会啊，对吧？列表推导式都不会吗？嗯 <laughs> 那我们先来个 for 便利好吗？for 便利，那我们就来 for 便利吧。既然不会列表来推导式的话，那 for 便利的话应该会吧？for 便利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对吧，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吧？我们是不是把里面的这个列表里面的一个数据都给它干嘛呢？一个一个提取出来，是吧？提取出来之后的话，这个 PID 是不是就等于什么呢？我们直接取 index 取什么？取这一个呃。 取我们这个 pid，这样子取出来。哦，点错了，是吧？它的一个商品 id 我就给它都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呢，啊，我要干嘛了？我因为要给它分成三组，所以说我要用一个列表给它接收一下，把我们这个商品数据给它添加添加到这个列表里面。pid 添加到这个列表里面，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好吧，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哎，对吧？正常的一个写法啊，这四行代码啊，这四行代码是这样子正常写的。如果说你是用列表推导式的话，你可以写成一行代码，一行代码就是我们的一个。我给大家注释一下，这四行代码可以写成一行，怎么去写？写下面，l s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的一个 for 我们的一个 index in 我们的一个。 product，然后呢，把这个写在这个前面，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推导式，就相当于把这四行代码写成一行代码，对吧？原本的话，按正常的话，我们可能说是这样子去写的话，啊，这样子去写。那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干嘛呢？只需要这一行就行了。 啊，能不能理解？来，能理解的同学，列表推导是能理解的同学扣刷个鲜花，对吧？不清楚的话，我可以再跟你讲一下，是吧？这就是一个呃，相当于一个缩写吧，一一个缩写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对我们原本这三行代码的话，我一下就用一行就给搞定了，OK 吧？简单吧？啊，新知识点啊，对吧？今天又学了一个新知识，每天一个呃小知识，是不是很棒？ OK 吧，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啊，分三组怎么去分？分为三组怎么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分为三组我怎么去分？我要分分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有同学知道吗？我们最终要导入的一个数据是什么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我怎么去进行一个处理？啊、哎，又摸，又就怎么了？<laughs> 啊，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对吧？啊，沉默是金。首先啊，切片一下。首先，我们需要干嘛呢？像如果说我们想要，呃，没有关系啊，对吧？大家可能说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对吧？啊、呃，我们其实的话可以干嘛呢？先是切片，因为我们切片之后的话是返回的是什么呢？返我们切片的话还是一个列表，但是这里的话我们是传入的是一个字符串。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的一个数据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字符串，是毋庸置疑的。所我们切片的话，嗯，首先给它取取前五十个，前五十个的话，我们就这样子去切，对吧？这是切片，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提取的是前五十个商品。取出来之后呢，它返回的话，返回的还是一个列表数据，它还是一个这个列表数据。那我们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就要给它转成一个字符串，就不能直接强转，要用我们的一个 join 的一个方法，用一个逗号。 给它隔开，点上我们那个什么 join，ls 对吧？从冒号五十，然后呢，我们这里用一个呃 string，string 一，St ring, St ring 1, 给它接收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把前五十个商品给它提取出来了。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格式，是不是就跟我们所在开发者工具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啦？同学们。 是一样的了吧，对不对？我们如果说你要这样去转的话，就是这么去转的。那同理可得，我分为三组的话，这里是取前五十个，那我们这边的话要从五十到什么呢？到我们那个一百，到一百，是不是五十到一百？五十到一百的话，就相当于五十到九十九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从一百到最后，一百到最后，那这个是十均二，那这个是十均三，我们就把它的一个数据就分为了三个片段了。 就给它切分为三组了，是不是、啊？能理解吧？这个能不能理解？同学们不要沉默啊，大胆提问啊！不理解就问，理解了就说，对吧？你沉默的话，我很难受，是吧？我很难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听我我讲的你们能不能理解，对吧？因为大家的话来听课的话，既然花了时间的话，是吧、啊？花了时间来听课，我相信各位同学还是想要学到一些东西的。 是不是？啊，理解了，OK 啊，给我一个反馈啊，对吧？咱们需要双向奔赴啊，不要不不能我一个人奔赴奔赴向你，对吧？你也要向我奔赴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反馈，对吧？就跟谈恋爱一样的，总不能我一个人在这里默默付出。同学，你应该也干嘛呢？给我一点反应嘛，对吧？别别让我真的是。 像个舔狗一样，一直在后面问你啊，对吧？开不开心啊？听不听得懂啊？会不会啊？理理理解没理解啊？就让我感觉我自己有点像舔狗了，同学，对吧？好吧 <laughs>，OK 吧？那我们前面的话，一段数据就呃呃搞定了，对吧？前面的数据我就搞定了，就这一段内容。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干嘛？对我们的一个数据，商品数据发生一个请求了，是不是？好吧。<coughs> 呃，那我们直接定一个函数啊。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定一个函数，定一个函数会好一些。我们要写在前面，给它定一个函数。来，df，我们 get 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啊、呃、，shop info 商品的一个信息。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是需要给它传入一个参参数进去的，传入一个商品的一个参数啊。 那这个商品的参数的话，对吧？我们还是常规的，这里的话我们就用一个什么呢？shop URL，shop 的一个 URL，把它复制过来。我们复制问号前面这一段内容就 OK 了，复制前面这一段内容。哎，然后呢，它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参数的话，我们还是同样的啊，用这个变量吧，我换一个变量吧，用这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变量，给它换一个变量，区分，区分一下。 然后把它的一个内容给它复制过来，那这口白口我就直接不要了，因为等下要给它删掉的。嗯，是哪一个？哦，这一个是这个。那我刚刚的 U L 地址复制错了。嗯，这个给它删一下，对吧？这个 I D 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P I D，对吧？就是我们的一个 P I D。然后这个 U L 地址的话，我们刚刚是复制错了，应该复制的是前面这个。 来，全部给它替换一下，全部给它替换一下，选中，替换，缩进，缩进，对吧？这些有的话，我们就给它加上一个空空的吧。它这些没有的话，给它加上一个空的就好了。那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呃什么呢？是我们的一个 P I D 啊，这个 P I D 我是给它传过来的，传进来的，传进来的一个参数。那么同样的，也是干嘛呢？通过我们这个 request、啊。 这模块里面呢 get 请求 u l 的话，就等于我们这个什么 shop URL，然后 performance 等于 performance，啊、嗯、headers 对吧？等于我们这个 headers，然后我们同样也用一个 response 的一个变量。那我这里直接干嘛呢？用 JSON data 给它接收吧，JSON data 给它接收。这一步的话，就相当于已经干嘛呢？就已经获取到了它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第一步。 呃，就是第三步和第四呃，第四步和第五步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这两个步骤的话，我们就已经都干嘛呢？都都做完了，就都做完了。这前面这两步跟这里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吧？对不对？然后我们定义了函数的话，那我们在下面就要干嘛呢？对它进行一个调用，调用一下，把我们这个 ID 给它传进去，来运行一下。运行之后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到了相相应的一个产品产品的一个数据了？ 那我们用一个什么呢？Peprint 给大家打印看一下吧，用 Peprint 会好看一些，就有了吧？来，这里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这这这一块有没有不清楚？就定义的这个函数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讲一个数据解析了哦。没有是吧？那继续解析，解析的话，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干嘛呢？ 呃，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产品给它提取出来，取的还是这一个吧，它还是这一个，从这 Json data 里面去取，取这个 data，取这个 data，然后再取什么呢？再取这一个 product，然后给它便利一下 for 我们的一个 for i 吧，好吧 for i in 我们的一个 product，print p print 给它提取一个就好了，点上 p print i。 给它 break 一下，运行。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商品的一个数据内容。啊，这前面的话我要给它注释掉。我说怎么打印了这么多？我不是只只只只获取一个吗？怎么打印那么多？对吧？这是就是一个商品的一个数据内容。那这些商品数据内容的话，我就要干嘛呢？ 给它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把相应的一个东西我想要的给它保存到这个字典里面。比如说标题，标题的话，那就取什么？取 I 取它的一个 title，对,对，I 取它的一个 title，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I 嘛？这整体是我们的一个 I。然后取里面的这个 title，就是获取的是它的一个标题。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啊、呃，它的一些价格我肯定是要的，是吧？商品的一个价格，对吧？原价吧，给它来一个原价吧。 原价，原价的话是取哪一个呢？取这个 piece，取完这个 piece 之后的话，它返回的是一个字典，那再取里面的什么？这个，对吧？再取这个，这个的话就是它那个原价，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折扣，折扣是哪一个是这个吧？六点六折，啊，以及我们的一个售价，售价，是吧？原价、折扣、售价，我们就都有了，是我们基本想要的。 嗯，还有我们的一个品牌，品牌我也是要的吧？这个卡姿兰是它的一个品牌，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属性，还有这个商品的一个属性，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商品属性啊。这个商品属性的话，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干嘛呢？用列表推导式去写啊，用一个列表推导式去写会好一些。首先，i 取什么呢？i 取这一个属性，它返回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列表。 那在这个列表的话，我们就用干嘛？列表推导式 for 我们的一个 j，in 我们的这里面，就把里面的这个列表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是需要两个东西的，需要两个内容，哪两个呢？一个是什么色系和它的一个红调。所以说我们 j 的话，j 取什么呢？取这一个 name，就是它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名字，它的一个属性名字。然后属性名字的话，我们可以干嘛？ 呃，加上我们的一个冒号，加上一个冒号，再加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加上我们这个 v e n u e v u e 对吧？那这个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这里用个这个技术一下吧。那我们这里得到，它其实返回的就是什么？返回的一个数据的话，是一个列表。然后列表里面的一个元素呢，它是这个样子的 name，、嗯、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比如说这个色系。 色系，然后冒号，然后我们这个红调，红红调，哎调，对，然后然后里面再有一个是什么？再是我们的一个妆感，妆感，然后的话一个冒号，然后呢对应的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哑光，哑光，然后再有一个一个元素，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得到了一个数据是这个样子的，可以给你们打印看一下效果。 多说无益，对吧？等你们打印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了啊，知就就能知道它的一个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标题得到了，品牌得到了，然后它这里是不是就返回的是这个数据啊？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最后的话，就是用我们的一个什么呢？join 的一个方法，用我们这个 join 的一个方法，把它合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字符串。看到没？变成这么一个字符串。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就专门就给它一个什么属性？商品属性。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就给它一个 a t t r s，能理解不？这个能不能理解？能能能知道我我这样写的原因是什么吗？能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写吗？这是列表推导式的一个应用啊，一个应用。这边的话，这一个是给它取出来，然后做一个字符串拼接，对不对？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列表推导式，然后把我们的一个。 呃，列表转成我们的一个字典，用我们这个逗号进行一个拼接，就这样子了。一些知识点啊，然后我们还要详情页，对吧？它商品的一个详情页，商品的一个详情页，我们主要是要什么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商品详情页的一个区别是什么？看到没？这是它的一个链接，我们两个之间的话，它有什么差别？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和这两个之间有不一样吧？它主要是这两个参数会有点不一样，一个是产品 ID，一个是这个 ID，对吧？那这两个 ID 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干嘛呢？在我们这一个数据包里面，在我们这个商品的一个详情页里面是可以得到的。一个是商品 ID，还有一个的话是什么？是哪一个？还有一个在哪里？嗯，还有一个在哪里？它只有哦，还有一个就这个，还有一个就这个，这个 ID 这个是什么 ID 啊？看一眼。 万一得不到啊，没关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数据就是这一个，就就够了，就够了。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给 raf,，给它一个 href，对不对？给它一个 href，然后去取里面的一个东西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i 取什么呢？i 取我们的一个这个 id。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商品 id。 I 取我们的一个 pro product ID，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详情页，好吧？那么打印一下这个数据，看一下，它就能把我们相应的一个呃这前五十个商品数据就能都得到了。前五十个商品数据，我想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数据信息啊，一些商品的一个信息就都能得到。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详情页。 品牌 ID 啊，哦，这个是品牌 ID 是吧？我怎么翻译过来没没翻译出来？啊，不认识那个单词啊。对不起，品牌 ID，好的呢。好吧，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个数据了？那我要得到所有的，对吧？我得到这一页数据的话，我是不是干嘛呢？我把这些数据都给它调用一下，对吧？这三个 ID 我都给它调用。那我们这样子一运行的话，那这一页一百二十个商品数据我就都得到了。 看到没？这一页的数据我就全部都得,得到了，没问题吧，同学们，是吧？接下来的话就要作为一个保存了，作为一个数据的一个保存。数据保存的话，我们导入一个 CSV 模块啊，挺简单的，是吧？你你看，只要思路听懂了，你其实是挺简单的，是吧？挺简单的啊。然后呢，我们导入模块的呃保存的话，我们先打开一个文件，f 等于我们这个 open。 打开我们的一个口红点 CSV model 保存方式 A encoding 好 encoding u t f 八。8, 对吧？给它一个 n e w n i n e 新起一行，用 CSV 里面的一个字典写入的一个方式，把我们这个 f 给它写进去。然后呢，还要给它一个字段名。这个字段名的话，就是给我们前面啊这个字典里面前面的一个数据啊，给它前面这个数据。 对吧？然后给它替换一下冒号，点心，点心，然后替换成什么呢？替换成我们的一个逗号，全部替换就好了。用一个什么呢？CSV 下划线 write，这里面的话写上一个 write handles，那写入数据的话就在这里啊，write 点 write room t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存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一共是一百二十条数据就保存完了，打开一下数据内容看一看，一共一百二十条数据就 OK 了，一百二十条，一百二十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写了一个表图啊、哦，标题对吧？品牌，然后属性、原价、折扣、售价、详情页就都有了。如果说你想要它的一个封面图的话，也也有啊。你想要它那个什么啊、呃、封面的一个 URL，它也是有的。 它封面的一个 URL 在哪里呢？是这个吧？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些啊。这个的话是它有一个是品牌，有一个是品牌的一个 logo 图，有一个是它的一个商品封面图。这个是封面的，那这个的话可能是它的一个 logo、啊。哦，这个不是啊。哎，那这个是吗？ 忘了一下子忘了，你可以，反正这三啊、呃，这个是 logo，对，这个是 logo，这个是 logo，这个才是 logo，看到没？啊、呃，微润资，对吧？微润资。如果说你想要这些数据的话，也可以干嘛呢？进行一个呃保存，也可以进行保存。这就是我们一页数据的一个采集，采集一页的数据，简单吧？不难吧？那这些是它的一个数据内容，然后对吧？色色系什么？ 它的一些属性，OK 吗？OK 了吧？来，有不懂呃，现在的话给大家简单做一些解答啊，做一些解答。就你有,有什么哪一行代码还是不太清楚的话，你们可以问一下，给你们做一个解答。嗯，Q Q 解答的一个环节啊。等一下解答完的话，没问题，我们就开始啊、呃、去做一个翻页啊，做一个翻页的一个爬取了。 啊，没有是吧？没有的话，那就直接干嘛呢？啊，那就直接哦，写我们的一个，对吧？写我们的一个翻译了。哎呦，翻译的话，我们就要去分析什么呢？分析它的一个请求参数的一个变化规律。我们要去分析的是什么呢？分析的是这一个，它的一个 ID 是从哪里来？它的一个参数变化是什么？ 这是我们第一页的话，我们直接到第二页来，我们直接看第二页的。选择那个点第二页，第二页的话，我们直接先复制一下它的一个标题，先复制标题，看一下它是从哪里来的。对，它标题，标题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呃 ID，看一下它 ID 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URL 地址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变化的话，这是它的一个参数的一个内容，我给大家截个图吧，这是第二页的，第二页的，截个图放这里。那我们接着看第三页的啊，接着看第三页的，看第三页，要去对比一下啊。第三页的话，我们同样啊，同样以这个方式去搜索，因为我不知道它的 ID 是什么。 来，其实通过两个对比的话，也应该是差不太多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一页嘛，这是第二页的。那我们看下第一页的，第一页的我们是直接在这个里面有的，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一个对比一下，简单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是有几个？那第一个，对吧？第一个库牌口本来就不要的，第二个一样，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它唯一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 标注这里是吧？这里不一样。我们第一页的话是什么？我们第一页是不是零啊？第一页是零吧？第二页是一百一百二，第三页的话是两百四。它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一个呃产品的数量来的，就每次增加一百二嘛。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它一个浮点数就好了，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浮点数，for 我们的一个配置。 因什么呢？因我们那个 range，range range 的话，我们爬从第零页开始到我们什么呢？到六百零一页，是吧？然后每次取一百二，六百零一的话就相当于爬五页的一个数据啊。因为它一共的话就才多少页啊？它一共也就才才才多少页数据？看一眼啊、哦，十页数据对吧？啊，我们就爬它前五页就行了，因为你后面改那一个参数就可以了，不用爬那么多。然后把这个配置的话就给它传到什么呢？传到这里面。 最后的话，再给它加上一个延时时间模块，导入一个时间模块，import 我们这个 time，import、um, time 的话，我们就可以干嘛呢？给它延时一下，每爬完一页，我就给它延时一秒钟，给它一点五秒吧，给它一点五秒。来，我们再运行一下。啊，报错了，报错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文件是打开的，它没办法写入。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它关了，然后删掉。 重新下，重新保存一个新的，对吧？这样的话，它就会一直就把我们的一个数据都给它采集出来。好了吗？这就是我们呃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这个的话，商品数据我们就给它采集下来了。 一共的话应该是六百条数据啊，六百条数据，嗯，七百多条，奇奇怪怪的，怎么哦？因为第零页的话它是哦，第零的话它也是一页啊，第零的话它也是一，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爬了爬了六页啊，因为第零的话也是一个数据，对吧？一共是爬了六页，六页的话啊、呃、是七百二十条数据内容，一共是七百二十条数据内容，对，因为它第零页也也是有数据的，七百二十条，对吧？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案例啊，本节课的一个案例。